这那么出气啊？那正好，我去吃。阿布，哎，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吗？不晓得。去，哎，去哪里啊？南马锦溪。这是在做什么啊？怎么会这么冷漠？怎么会有这么冷漠？怎么会这么冷漠的女人？你们怎么那么冷漠？你看，焯水下去了，一直睡觉。脏橘色，我其实不是很适合脏橘色，有点浅黑。我上机好丑啊！怎么办？这两只也太像了。我刚才看了一下自己录那个试色的那个视频，我觉得太丑了，把自己给吓到了。天哪，我不知道这个视频我到时候剪的时候敢不敢放出去，但是因为我厕所间的那个光太差了，然后就把我人拍得很丑，就是我其实你知道化完妆就是貌美如花。我回来长了一大痘，就是大痘。